我们从头到尾就只有这个，就一张图，从那个时候到现在，我们的七千计划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。那、啊、你叫我们怎么做？我们真的不能做啊！他们一定要学校那边一定要请公假，根本不可能在时间上完成你写的那些场。他要牺牲他自己的生活、课业、什么工作什么。整天都是很紧张了，所以一定要吃安眠药助眠。所以我一直在记这个点那个点，大家没有机会练歌，所以我就发现唱出了很严重的问题。直说好了，直说，我甚至觉得这个制作根本还没开始动。